你今天是来到花园顶上去找人？我今天没有去送孙子，之前说的。你没叫。哦，之前说的那个还没得了，我走去那地方去看嘛。哦。你咋又在弄这个了呢？我要去要掐出来。要掐出来哦。吃饭没有？我还没吃那些卤鸡吧，卤鸡姑娘没吃。我买了鱼回来。好。要不我先给你弄了，我再去弄饭嘛。你去弄饭。你给我弄得到不？弄得到，弄得到。那我去弄饭了。哦。老板来喊你啊。卤鸡姑娘，我吃饭。我们家公的给。